大家好，我是林德燕，欢迎收看《时间密码》。今天是礼拜二，台北股市又继续涨，连续第三天啊！今天涨了126点，你知道三天下来台北股市三天去450点，是不是站上半年线之后，整个多头开 turbo 冲出去？是不是跟我预告的一模一样？我咧看大盘就准的啦。你们长期看我节目，你们知道。你看美国股市更厉害啊，一直在创历史新高。这是礼拜五，去360点。昨天道琼又创历史新高，现在道琼已经是36565点了。昨天美国四大指数全部都继续创历史新高，你看这里强的。过了历史高点之后，哦，加快飞奔。纳斯达克加快飞奔，费城半导体你看喷成什么样子？所以要有信心啦，让美国飙到这样啊！我们历史高点18000会不会再来？等着看嘛，等着看嘛，靠信心妹啦！你看站上半年线之后，连飙三天。礼拜五大涨218点，外资开始大买。昨天又涨18点啊，又涨118点，外资继续买。那今天再涨126点，外资继续加码，连刷细钢，外资买了400多亿，啊，快500亿。我是不是跟大家讲过？半年线压着的时候，外资他们有固定的操作流程 SOP。大压力、大关卡压住的时候，他一定是压全指股，下台指期的空单。可是，一旦站上去之后，外资一定大买，不但大买，还快速回补空单。你看，今天回补的2129口，昨天回补3956口。连刷三天，外资大买台股，买400股，大概买500亿，啊，应该有超过500亿了。我们简单算一下，这样是265加67，是不是330？330再加上190、196，520几亿，快530亿。那台子期净空单回补了7700多口。请跟他预告一模一样，啊，跟我预告的一模一样。半年线没有过，所以 OTC 先走。你看这波的行情，是不是跟我预告的一样？我说扩延筑底24天，第24天到，我提醒你，要开始冲啊！哦，果然讲完之后，马上就一根出来了。当时我就跟大家预告了。慢步的来步的，等在看啊，等在看。那冲上来之后，第一次遇到半年线压住，哇劲！大军未动，粮草先行 ，OT 行冲。可是，一旦站上半年线之后，是不是加速冲？然后资金就要从小型股、投机股撤回来，转进大型权值股。因为站上半年线之后，外资开始大买，一定都是买一系列的大型权值股嘛，对不对？台积电、联发科、日月光，对不对？包含联电，全部拢是大基，外资全部大买。你看昨天美国涨最凶的一支股票 AMD， 你看飙到什么程度？72.5块已经飙到104块，短短4-5个月时间。AMD 已经飙一倍啊！另外一支辉达 NVIDIA 3-4个月时间187块美金，已经飙啊314块啊！啊，加股票，谁是供应商？谁是供应链？台积电嘛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些晶片高阶的台积电在接，低阶的联电在接，日月光。做后段封测，所以当他们在大涨的时候，台积电、联电一定对冲的嘛，
啊，一定对冲的嘛。所以台积电，我时间嘛算给恁看啊，涨24天，盘23天下来，12天、27天、12天的倍数，12天、24天，所以当时提醒你，台积电翻转了哦。讲完了，是不是跳起来啊？那跳上来，因为半年线压着，所以台积电动弹不得。那我也跟大家讲过啦，留了两个跳空缺口，倒型反转，出现这种图形哦，不要胡思乱想，一定冲哎，一定冲的啦，一定冲的。你看台积电从560已经飙到617了，但台积电较大机，这种股票我会一直追踪，因为它关系到大盘的权值嘛，对不对？它关系到加权指数嘛，那我们操作上不一定要做台积电啊。有比台积电更飙的股票啊，一样的全职股啊。你看联电，联电我也跟大家讲过啦，这一顶 key 啦。你看我当时在这里一直讲联电一顶 key 一顶 key， 请开启订单。那后段封测的部分，我比较喜欢日月光。财报没发布就跟你预告了，第三季有3块哦，前三季有7块4哦。我在估很准的啦，是不是3.29、7.66？跟我估的是不是很接近？对不对？7.4、7.66、3块3块哩。我的估财报，我在估财报很准的啦。我时间也算给你看啦。你看什么时候？10月14，我当时开始买。10月13，93、92。我印图表给你看的时间是10月14号，我前一天10月13号，我就开始买啊。买完之后是不是开始上来？财报发布之后跟我预告的一样，日月光今年11块钱，哎，股尼6.4，今年直接翻一倍。你说小型股获利翻一倍就算了，容易达成，哎，这种大型股四百几亿。一年获利要翻一倍，那是很难的事情啊，那很难的事情他都做到了，然后股价跌那么深，懂人是不会将股票丢啊，对不对？北米才9倍而已，你也给他股泥呗。我去年日月光60块钱买，一路做到120卖掉，我不会上管，上管83，我不会霸你。哎，连这种大型股我都能够让会员赚一倍啊，这也没什么啦。你看富邦金股本1000亿的，我买是42块出来回来买，和回来一路一直买，一直抛，起到80几块，赚了1.2倍。啊，所以不用去迷恋那种投机股、小型股，方法对了，就算大型股，赶快也当赚倍数啊，一样可以赚倍数。对，日月光股价低到公司都看不下去了，买裤裆股5万5千张啊，昨天直接大涨，三重底给人冲出去，按你也没多少，快20%了，小 case 啦，赚十块的，北米都还不到10倍，北米都不到10倍。我是专门找赚大钱、股价跌很深的底部带会员去买，我是不是都这样做？对不对？日月光是不是就这样？是不是呢？你像我这样做吼，30%、50%拢贪污啦，啊，免追，无必要每天在抢来抢去，那一年做3期、做4期，你是不是赚了1倍、2倍了？对不对？你看万宏也是啊。万宏35块买，财报发布之后就开始冲啊，38、39、40，安尼是不是15%？是不是又是买在底部的？哎，股尼2.9，今年赚6块，获利又是翻一倍，又是大型股。你看市场哪个分析师？市场哪个老师？在讲日月光的，一定刚挂年嘛？谁会是讲旺宏的？那是刚挂年嘛？其他大家都在讲小型筹码股，有的业绩歹噶，有的了钱了啊，足严重诶。
啊，就只是因为有人在吵，啊，就在讲，我不做那种事啊。业绩烂的我不讲，我不买，起管的我也买，我专门买底部赚大钱的，一档一档都是世界第一的，台积电世界第一，晶圆制造对不对？联发科手机晶片世界第一，日月光后段风车世界第一，旺宏 Flash 世界第一，阿龙赚多少钱？股本虽然大，获利还翻一番，这种不可能的任务都达成了，那股价在低档，是不是专门只买底部的？我刚好带会员去追高，啊，没嘛。你看今天又继续创高，啊，今天又继续创高，十月营收历史新高，这是很不容易的。你听懂我在说什么？我给你看哈，我给你看哈，我在分析是很细腻的。你看旺宏，历年旺季到九月到最高。十、十一、十二进入淡季，业绩就会掉。这正常的情况，就今年十月份进入淡季了，反而营收继续创历史新高，这很不容易。历年九月营收到最高之后，十、十一、十二一定会掉。今年竟然十月份还在创历史新高，可见得淡季不但不淡，还更旺。那这种旺季更旺。今天站上年线、半年线，哎，没什么会下啦，没什么会下啦，本益比才6倍而已。去年赚 2.9， 股价起到50，今年赚6块，股价才刚站对4张而已。你听我在说什么？听得懂，那就有福了。听得懂，你就赚大钱了。你看我专门找这种股票。专门赚大钱的底部的，你一支一支30%、50%，稳稳啊赚。股票投资稳还是最重要，所以我从来不讲投机股的，我从来不买亏钱的公司。对，啊，你一天一个便当会好卖？一天一个便当，拢专门找你，带你买种赚大钱底部的，让你30%、50%，真稳达达。轻轻松松谈，了钱的、投机的，咱无咧做这個，咱专门做赚大钱的，第一底部的。你们长期看我节目，你们知道啊，我说到做到，我也不会说一只股票已经涨了一倍、两倍，然后才去追，何必呢？我像你赚大钱底部的，何必去追那种股票呢？是不是？你看联发科，全市场应该嘛，刚刚我咧讲尔。八百四就恁讲，哎、欸，要开始啊、哦！看完了是毋爬起来啊？财报发布，去年26，哇，今年冲啊60几块去，啊，外资人花啊1200、1300，你跟人喊到1200、1300，你自己不尽点力行吗？对不对？我讲这一定出去的啦，你看是毋冲啊？98，840去啊，98，下嘛104块啊呢，一张14万。啊，买五张啊！很多人有这个钱啊，啊，买五张啊，是不是过70万啊？是不是70万呢、啊？跟大家讲过，留了一个跳空缺口，这是突破缺口。6个月大底刚完成，请三个来买，请你也来买。你要洗干嘛？给他时间，他就有机会来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在跋筊啊，一般两瞪眼。投资要有时间性，咕咕噔噔啊，咕咕噔噔。那联发科一涨，谁会涨？联咏就会跟着涨啦。唯一一家连9个月营收历史新高，哎、欸，唯一一家连9个月营收历史新高，啊，股价去用外资画个下只深掉，啊，你还不赶快买？联咏375，很便宜，继续加嘛。财报一发布，哇，赚只嘴钱掉，第三季就赚了2个股本，全年至少60元以上。就财报一发布，外资一个叫有够要求的，人已经赚大钱啊，搁人花313块，哎，是不是真要求？我还问你，你相信吗？再给吹印，大涨之后，买在几天而已，11月1号人花313，礼拜五大涨之后，马上改口700，
这就是外资啊。长期追踪外资的做法太熟悉了，所以叫你不要去相信外资，你信林和燕，你听我的就对。你看395买375买，我一路一直买联咏，你来我一路一直买，一路一直买470啦，375到470，有个20%，你像我这样做专买赚大钱底部的30%50%，是不是金融是不是很容易做到啊？400几块不够啦，哪有那个事情耶。第三季获利仅次于大力光第二名的，啊，股价才这么俗，又是全球第六大的 IC 设计公司，本益比才6倍，我拿历史给你看嘛，对不对？历年的本益比都在15倍到20倍嘛，都15倍到20倍嘛，那现在才6倍而已，啊，今年拿3块，啊，回来15倍起啊多少，啊，是不是又赚大钱啊？中股票今天卖来啦，有来拢是卖。像这种股票后来拢是买起来炖尔，拢是买起来炖，啊，拢买起来炖。啊，有阵时啊，会大起的股票买变遐多，一支两支都够啊嘛。你买伤多，资金打散掉，效果就下来了嘛，是不是？金赚300，我们就是把资金集中在一档有机会去30%以上的股票。让报酬率发挥到最高。你看金赚300第一档就是阳明，你都知道87块买，啊，87块涨110倍，是不是35%？金赚300，是不是达阵了？第一档是不是达阵了？是不是达阵了？35%是不是达阵了？两个礼拜时间而已，所以方法才是最重要的。你看技嘉，哇追啊，不计啊，今天要创新高，今天要创新高，2个月时间的技嘉70%，70%，林和燕我只做绩优股，绝不跟主力配合，这种股票，外资怎么会去做日月光哦？主力怎么会去做日月光，对不对？主力怎么会去做旺宏？怎么会去做联发科？主力怎么做小型筹码股？业绩就败。你看我带会员做的股票就知道，绝对都不会跟主力配合的，专门找赚大钱的股票啊！专门找赚大钱的股票。我第二档金赚300，即将要进场了。你错过第一档的啊，第二档就不要再错过，集中资金。在一档会大涨的股票，让报酬率发挥到最高。有兴趣的，赶快跟上脚步。进段广告，休息马上回来。华信林老师25年操盘经验，精准掌握国际股市，深入台股产业研究，操作重视基本面，精选高成长公司，配合独创操盘法的量价时间、角度趋势转折与循环，掌握底部起涨与高档转折卖出的稳健获利模式，跟着老师的脚步就能迈向财富成长之路。立即来电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，华信投顾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、专业、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，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欢迎回到现场。加权指数从16100，现在已经17500了，几千四百点嘛，不要去 care 那个啦。大方向出来了，指数涨跌都正常的。回到个股，找底部的，找底部的，赚大钱的，不要去堆高。你跟我这样做，30%、50%，咱都会赚得很轻松的。不然来找林和燕。
啊，不要因小失大啊，不要因小失大。建行股开高走低，小跌两块钱，哇劲呐！你看低大的马士基开始发动，我就提醒你了，对不对？创历史新高，创历史新高之后稍微掉下来，欸，也是在历史高点呐，啊。第五大的赫伯罗特发动，我也提醒你了，你看是不是也是继续飙，对不对？昨天赫伯罗特又涨 4.4%， 啊，长荣、阳明，我想时间算给您看。19天20天 double 40天，阳明19天20天 double 40天，你看时间看清楚，是不是10月22日？10月22日，10月22日，长荣 90.8 买，阳明87块钱买，10月22日 90.8 90.7 一定买，有的收盘收到89块去，紧接着就开始涨了，继续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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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昨天124，阿联群三十六趴，是不是36趴了？两礼拜。所以像我这种做法，时间的了准，找赚大钱、博真心的来做。阳明87块买，一定买有的嘛。买完之后还继续再跌啊，跌就跌也不怕。开始涨91 98 101 103，对，110 110，昨天118，阿选35%达阵，啊，今天开高走低嘛，不要紧啦，落两块不要紧啦，落两块不要紧啦，啊，没关系啦。你看当时6月底的时候，6月30号跌200块的时候，叫你不要买，要买下来，是不是一路下来了？啊，下来跌你不敢去，第一次来半年线一定会压住，第一次来半年线一定会压住，啊，不要去堆管，等下来，等下来，等下来我再带你买，啊，等下来可以去，我要带你去，不要去堆管，等下来再来去就好。我想都买底部的，这家是有够俗的，有无？我伫八月就讲今年18块，你看到10月19号外资也说18块，我提早两个月就连讲啊，啊是扭起来啊！我唔是马上买马上去呢，买完你搁当搬，搁机会，所以你都有充裕的时间可以买。压下来叫你赶快加嘛！你看技嘉102买进，105、103再买，102又买，103都买。大家一直买，一直买，一直买，啊，想又开始扭啊！124、129、135，今天冲到141，就算这里才买的，两礼拜嘛34%，啊，下面爬起来70%，无虾米啦，一年赚连续两年赚18块的公司，即马本益比才7倍尔，现在本益比才7倍而已。那如果本益比到10倍呢，就赚1倍多了嘛，1倍多也没什么。我们会员在操作，经常可以看得到。比特币再创历史新高，比特币创历史新高，谁受惠最大？啊，谁受惠最大？没时间讲啊，华硕受惠最大，明天下午发布财报，财报发布之后会不会喷出去？你看一档一档这样的标的，啊，一档一档这样的标的，认同我这种做法，咱到顶来。第二档金钻300即将进场。啊，即将进场，集中资金锁定一档有机会涨30%的股票，让报酬率发挥到最高。第二档即将进场，有兴趣的跟上我脚步，最后祝您操作顺利。
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